海堤为主，然后虽然就在海边旁边，可是它是跟潮水它是不感应的，不赶潮的一个湿地，所以它的湿地的里面的范围是不受潮水涨落去影响它的栖地面积的呢。还有也是中科院的那个研究员退休哈，那然后现在是台湾湿地学会的那个监事长哈，陈昌波陈老师，他我想陈老师是台湾湿地保育哈，还有生态旅游推广的这个先锋。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高雄餐饮大学哈，我们台湾的那个餐饮观光的那个最专业的学校，餐饮大学的那个休闲地游戏管理部的一主任哈，肖登荣肖老师哈，两位老师，然后请陈维杰先生跟黄月英小姐来站起来哈，两位是我们在地的阶段的主持人，谢谢。感谢三位他们推动我们地方那个生态旅游的哈，要麻烦他们啊多来帮忙。好，那我们的接待天使是黄锦丽小姐啊，先生啊，这个我们上次也是采访到的，好，两位啊，谢谢。林家良公馆处的志工也是雪霸国家公园志工，也是凤凰谷鸟园的志工，也是好多好多好多地方的专业志工啊。原来是前任的那个台南大学的总教官啊，徐彦军徐教官啊。有来辅导过我们的研究员，非常感谢他哈。那两位哈的接待天使是萧云珍跟王美锦小姐啊，谢谢哈。那个人是城市来的，你就不要讲城市的事情，你就讲我们乡下的那个小狗小猫的事情，这样就可以了啊。那这时候你的脑袋就能动了。好，那我们的人要存在就是跟大地来用的嘛，所以我们怎么跟着大地来学呢？这个叫做道法自然。然后呢，你就想说你怎么这样会最健康、最快乐，啊，那就可以做人好。好，谢谢。啊，伊只应该讲伊只特殊哦，当时很特殊。感谢是恁有志啦，无恁就用这個活动吼，咱这生意嘛无咱大家聚一聚安尼，嘿啊，啊搁咱这长官来到遮咱参观，啊非常感谢，安尼卖耽误大家，啊大家为着这个土地啊继续拍拼，好，感谢，好，谢谢。好，我们分校，它是国小的分校改建的，因为那个人那小孩子越来越少，到后面是我们内部小学。那里面当然有一些昆虫啦，或是一些小的。这里面就我们。还有一个是壁虎公。建萌姐，你看他在壁虎公，我叫他等啊，因为这还是土地，是土地高一点。我谁要跟着你走，大姐。大姐。还有一个刘家荣。谢谢啊。谢汉荣、谢新军、关海荣，他就写那个当地中生的新鲜。像人家双胞胎一样哦，它是两个黏在一起，但是你把它弄成破开的话，它那个还是一样，有一半我应该有带来，我看看那个。那种也养了，就像我们在吃。
肚子有点黄黄吧。没关系，你看那只是不是？不是，阿拉拉，黄色的，它那个嘴哈。或许要他们做点音乐活动。那就说有听到那个音乐，对对。到底这种的就是较早的人，就是有一把火，佮有这脚啊，啊，一寡佮三项计石头，安尼咱伫内面哦，要食要穿拢唔免惊，唔免讲惊，无人吃无人穿哦。我这下去阿伟叔弟遐，遐落好咧，遐遐。啊，这个吼，这个这字字啊，煞袂使啦，啊，多余使啦，这种咧字啊，安尼较早是用底啊，我即马尾啊，佮解数啊讲，有数讲出来，用数啊讲哦，啊，这是拢用个底啊，汉罗卜。咱算讲无通啊，干咧用这哦咧底扫耳塞，咧底哦，这也底底，我差不多有个五千尾，哦，五千个四个尾尔啦，五千尾啦，啊尾啊，即嘛咱若讲要搁掠较大尾的哦，扫把是乌仔，乌鱼哦，乌仔就是用这支，这算讲哦速度较紧，注意那叫哦，免操，这速度较紧哦，伊咧洗吼，咱就用这来掠，迄乌鱼仔较早拢无咧时阵。都是种袂起来嘛，乌鱼嘛。嗯、哦，啊，即马，咱伫遐乌鱼仔较用即卡，啊，咱即马咱拍咧嘛。我即马嘛是要，即马嘛是要咧伫遐拍咧，咱捞起来哦。我头摆一支咱捞起来就是安尼。即马咱咧捞起来，你到遐即马这离海离下底海迄底水啊，咱夹起来，这鱼仔拢是鲜咧。咱夹起来吼，咱即马这放袂起，安尼看。啊，有一挂鱼仔吼，较唔好个，才要钓有效个，咱唔好听人讲，啊有啊，你太要进来。啊，这吼，咱说讲吼，这种吼，真正安那买也较少个，对了，啊，较早拢在款咧，底下个，对个，啊，买也够低，我着做塑胶布个啊。要倒模啊，较好倒，啊，买模啊，会去选树枝，你知影？这有倒砍，较袂去选树枝。啊，这个角，咱若讲模啊，选位啊落去吼，咱较用一个用倒刀来款做，咱即款汤啊来，哦安。9:20我们是在7号商量那边集合。哦。五师弟，老五师弟啊，只有一些人知道。那我想说这个地方哦，以后我觉得是会有发展的潜力啊。那那时候就窝在那边哦，窝了大概可能2年多。这是为了那个安全的安全区间的位移加油，高度会把它降低一点点。在一个小时。都吃光了，那你下一餐，还要再增加。这个可以做 DIY 啦，以后假如说有机会的话，有机会 DIY 好。它工作时间呢会很长，那一只哈要好几天才可以做完。嗯，那像这种高枪哈，这样两天一天可以做两只，一只可以当这两，一缸当到这两只了。好，所以我们在卖大概不太贵啦，一只500啦。以后我们假如说有量产的话哦。可以来啊，卖给游客当一个我们这边的那个工艺品，都是艺术品哦。快乐出牌，出海口了，来，预备开始，一二，总要培养大家自己本身将来。有这样的一个解说能力，吼，那这我这跟解说的这个经验吼，啊，过来就是讲吼，那等于吼，怎么一样把这个地方吼当做是自己的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啊很好的一个地方吼，把地方政府也拉进来，整个结合在一起来运作，尤其从那个东石就有公共汽车可以来这边绕一圈出去，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动线，才能够达到真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的过程与罗格省哈。你外婆来卖个搞黑路拓的太宽了，我觉得就是用这种电动的或者是接驳的那个方式去处理。很多的解说员我觉得都有一个感想，是你们很想把很多东西都一次讲完，但是在生态旅游里面，我们强调是要让客人再回流，我们不要一次就把所有东西全部都讲完，那他下次就不会再来了。我们要有一些保留嘛，而且每次来让他看到的东西都是听到的东西。都是很精彩的那一段，那让他来第二次，来第三次。所以我今天我就以自我实践的方式，好，我来实践这一点。所以我看到了那个陈总干事的那个自己做的那个三只，我们台南的鸟类三宝，听说也是
老虎的山嘛，对不对？我就给他埋起来啊，所以我就让这个陈总干事开始觉得哦，有希望了，有收入了啊。